类似的，它很好吃，很好吃的。那就把它撕掉。那它现在是要撕掉的吗？没有，我们没有要撕，我们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啊，那个妈妈要拿那个纸跟笔，拿纸我有准备了。那我们就用顺便利贴就好了。你有的话，可是我们便利贴要写字，所以我这边是用乐高。嗯，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我们家嘛？对，亚特兰大是我们家。这是什么？所以他在丢这边。迪亚，这什么地方、啊？哪一个？雅典还是什么？不是吧？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很强的便利贴，两颗而已。那个，可是那个不方便啊。太大，我想过那个不方便，剪一剪就好。圣保罗，它只有前面粘而已。圣保罗，你要写的东西很多。不用，我们写在纸上。开，而且是每个人要写。开罗，开罗吗？开罗那是马德里、西班牙、金边、马德里。为什么在海上？它其实不在海上啊。对嘛，它应该在哦，它要指进去哦，它拉出去，拉出来放，不然欧洲太挤。开罗其实它坐在这里，它在这个位置。它这个游戏设，这个游戏设计也比较好，是一开始大家先选颜色，它的行动卡就是颜色，就比较好认。就是颜色。对啊，所以你们挑个颜色，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抽旗子了。这什么东西？乐高，等一下要来标示用的。其实就是用来标记一些什么颜色。哦，对对对，然后它是没有查，它是玩家的帮助卡。OK， 然后这是 back，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就快速的进行，然后中间我再跟边讲。那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政府一开始补助我们金元只有四张，然后总共一开始只有八张。那如果你赢了一场，会再会多两对，会交两张回去。就是下一次，那如果你输两输一场，你就可以再多拿两张。对，多两张。并不是我们输了两场，难度马上变简单。对，然后这个是可以选的，可以选的。我直接讲一讲，大家选一选。跟旧的一样吗？差不多。这是看上面看六张，六张重新排、啊、对，然后移动一个棋子到任意一个地方，建一个研究所在任何一个地方，升卡升。然后额外两个动作，额外两个动作，那其实这个我觉得要啦，建研究所这个东西没关系。然后这个是移除一张那个卡片，直接移除游戏，在下一回才会进来。然后那个弃掉一到三张卡片，来额外增加一到三个行动，就是你可以用手上三张卡来替换三个行动。那为什么我不直接选那个拿两个行动的就好了呢？如果你输很多，他就会进去了。oh, 然后这个是、oh. 跳过下一个感染回合，这个是直接移除两个病毒。那我们现在可以选四张，用选的，对，用选的。哎，跟旧的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OK， 那个卡片掉了，不好意思。跟旧的其实没有不一样，它是含扩充。扩充里面有这些事件，可是标准里面好像只有五张而已。哦、oh, ，标准里面只有五张，这两个会。对，还有，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要这一张，这一张超强，这张如果一开始就抽到无敌了，那其实就当一个城市完全免疫。你只要第一个疫情爆发的时候把那张移掉，你可以直接撑一半回合，因为它是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可以多撑半回合。你讲就是，你讲了算。对，好，那这四张先收，那、这个不是。不然是什么？是那点啊？对，没还没啊、哦？对，要先洗进去、啊。对对对对，对不起，先洗进去，发完牌，然后再放感染卡。那这不，这不是感染卡，是什么？爆发还是疫情扩散 ？OK， 好，这一次是五张，对，它没有，就是要预设就是五张，会比较难一点。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动作？我们今天要来挑战重玩。你们有看到这边有贴贴纸的，然后这边有那个，我们就先不管它。那我们现在用。TRPG 的方式来重玩它，所以我这边有准备乐高。等一下如果它爆发的时候呢，一次就放一个。那二跟三的时候就是叠两层、三层。那我先说明一下这个爆发有什么差别。第一个是没有任何效果，
可是你第二次爆发的时候，你不能够直飞，就是不能够飞进去，也不能飞出来。二跟三级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接着玩的话，像这边是二级这个城市，有没有？你是不能飞进去的，不能弃卡飞进去，也不可能在那边弃卡飞到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那我可以在那边干研究所，然后我从研究所飞到研究所？不行，他的研究所会爆掉。你只要二级的时候，研究所就会爆掉。所以我们上次玩在那边研究所顾得很辛苦，因为这个哦，你旁边没有研究所就去，但因为我们根本过不去。我一次研究所盖这个，我们在那边爆发，所以我们每一次玩后来三次就跟你现在一样，这边不是放一堆吗？我就派那个什么医疗兵，然后在那边绕圈圈，就每回在那边绕圈圈、啊。哦，那如果。如果是四级的话，就是除了不能够飞进去飞出来，还要额外多弃一张卡才可以走进去。那如果是五级的话，就要弃两张卡才可以走进去。好，那放弃它。那角色爆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完牌，先发牌才分发、哦，三个人一人三张，一人三张，然后再来角色，如果你站的混进去大型吗？还是分堆吗？他跟那个上次阿尔坦布拉分五。分五点，要详细分呢、啊，要详细分，输了很惨、嗯哦。这个游戏是、啊、这游戏是输了很靠北的那种。不会啊，输了不啊，这个还会在哈、哦。对对、哦、请认真。然后那边听我讲。那再来就是，如果它爆发的同时，你五叠的最上面吗？还是它平分？然后五叠最后会在洗盘吗？对、哦，那我就直接洗进去就好了。好、啊，哦，它的。角色站在上面爆发的话，你会受伤，会死吗？会受爆发在你的所在城市，你会该玩家还要承受什么代价？伤害。那每个角色可以承受至多两个伤害，第三个就死亡。多三张没有差吗？没有差，没有差，尽可能的比没有差少的会放下面。哦，好，对，你的卡没洗啊？换了、啊，这、就是我的手牌、啊。你换了、啊，你我就换了、啊。你这样不行啊！为什么？他要分五叠放啊！我分啦、啊。哦，你是一开始就分了、哦。我分五叠放上去了、啊。他一开始第一张就是啊，第二张啊，就是、哦、那这个放这个是下。这两张放最下，这两叠在最下。好好好，哎呦，我看到了。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在的地方是五级爆发的话，是立马死掉。死掉的意思是什么？死掉的意思就是游戏从第一个月开始，从你死掉开始到后面都不能再用那个角色。哦，我以为就是你到旁边玩杀。不会，他不会到旁边玩杀，他有一个叫他有一个叫做市民卡。你今天 TRPG， 你爸爸死，你会有儿子来家继承子承父业。我要为我爸爸报仇，是不是？他会有一个什么能力都没有的市民卡，就是专家死掉了，医疗员死掉了，就是他的学生来，然后基本上什么都不会。我不玩了，这是个废物啊！你们在打下一局的时候告诉我，体面的退出游戏。好，那我们现在要选角色。那你看，很明显，它上面会有写东西跟贴贴纸。OK， 这是角色会升级。那后面会写游戏日期。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不用这个东西，我们用手写。先看一下。对，我会介绍。我们可不可以拿这个，然后但是我们的能力不要改就好了。所以我们用手用写的。比如说，你现在拿的是市民卡。但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因为是 TRPG， 角色是自动设定，自己设定，看起来很厉害，一口有五个动作。那个是他这个人叫做通才，他不止一回合有五个动作，他的升级可以升三个，四个，一般人只能升两个。他的什么样、啊？那等升级再说。对，好，我们可以放在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你一个一个讲吗？调度员，嗯。可以移动其他玩家的棋子，跟移动自己一样，包含飞飞机那些动作。嗯，那卡片是用他的，用我的。卡片是用他的，就是把其他玩家的角色当做这回合他的棋子来用就对了。卡片是属于玩家的，不属于角色的。就是我假设我今天是黑色，好了，那鱼丸是蓝色，好了，我这回合如果我要发动能力，我就把它当做是我现在的棋子来用就可以。对，好，这是那个调度。那第二个是把一个棋子移动到另外一个棋子旁边，好，对，这就是调度员的懂能力。然后这个研究员可以给别人卡片，不用站在城市，因为我们的基本移动就是你给别人卡片的时候要站在那个城市，这是标准的卡片那个什么角色。对，然后还有这个是医疗员，医疗员就是治疗的时候是一起。直接全部治疗。那如果
药水，你有解药的情况，经过就会全部移掉。对，经过就会做治疗。对，没错。好，然后这个是通才，这个叫做很厉害、很会的意思吧，多才多艺的意思。它可以五个行动。那特别的点是说，它的 update 可以有四格，一般角色的 update 只有两格，可是通才可以四格。像我们也不知道 update 是怎样。啊，有知道，等一下我会讲。每个游戏结束的时候会有两个 update。我先把最后一张讲完。这个是科学家。治疗药水只需要四张卡片，这五张我还是觉得废。好，那上面这个叫做关系，在游戏扩充接下来会用到，现在没有，就是他们角色跟角色中间会有关系，家人啊、朋友啊，或是竞争对手会有关系。那这是升级，升级如果你用角色升级，他就额外多能力。对，这是角色升级。那角色只有这五只哦？不可以说，好吧，其他后面会有，会依剧情而有人进来。哦，对，当然一开始你只看到这五只，那你就跟我讲说，反正现在就这五只，现在是这五只。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挑你喜欢的角色。我有要求，不要挑最上面那只，什么都好。哦，我先说，就是你可以这回要用 A， 下回要用 B， 没有关系。不要，但是我不要那一只。什么叫做？你可以每一回合换角色，但是同一回合同一个场上不能有两只一样的角色就对了。对，但如果角色死掉了，就不能再选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选角色。对，你们有什么角色要选的吗？我只希望不要拿那个白白的那个。有什么问题？因为你选择，你要一回合可以做五个动作，还是调度员？我是很喜欢调度员，但是 我也觉得那个不错，但是我觉得五个动作好棒哦。没关系，你先选，你哪一个？我是选亚兵。亚兵啊！我想选，我想做五个动作。选到你喜欢的吗？没有没有，不会，那我选科学家。你不要选他吗？拜托你。为什么？那很强哎、欸。我觉得他超废。我都靠他过关、欸。我玩了几次都是因为有他才输的，我输的全部都有他。你选这个？不要了，我选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是研究员，我可以给别人卡片。然后不用面具那层。不用面具那个。可以接受，那不错，那接受。好，然后那这两张我们就先收起来。那现在因为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重玩，那怎么重玩？我们现在就每个人拿出自己的纸，来，我这边有纸，来发纸。对，给我一支笔就好了。对，给我一支笔就好。然后我们现在呢，第一件事情，建立角色的时候要先写上你的大名。所以呢，我们在 OK 好，这个我们在角色上面写上你的大名，你随便给他大名就好。称呼。对，像我这个角色叫 Sophia。那我个人很喜欢赛龙人，所以我决定我要叫做威人阿大马，我的舰长也可以。然后后面、哦、左上角是名字就对了。你要建立角色要自行选，这么麻烦。对，然后职业就顺便把它写上去，叫 research。好，然后我们玩家呢就签上你玩家的大名，像我是艾瑞克，我就写艾瑞克。那因为对考虑到可以重复的玩，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团名。我们这一团呢就叫做奥克一团，十号玩家奥克一团，所以我们这一团是团名要把它写上去。现在你都先这样讲，我也无法拒绝了。哦，克请写，哦，不要写，看你真的写奥克，不是这样子啊？我就跟你讲，我们叫奥克，不是那个奥克，那是你是奥 K 好吗？我不是奥 K 哦，是什么？你是兽人吗？我们是赛龙人，叫奥克，奥克族的。你们那个是玩家太。OK， 啊，那标号标清楚，我们是一团哦，因为有可能我们会玩很多团。奥克一团，对，奥克一团，好，这就是基本的部分。还有一到布莱德鱼丸，对，一，然后你的职业要写，职业要写，职业要写，职业写啦。对，好，那角色职业呢？再来呢？我们需要有他的游戏日期，对，我们需要有他的游戏日期，所以可能要分两边，一边是他的。游戏日期介绍，一边是他的角色能力升级或受伤什么的，所以我们在左边可能要写日期。今天是6月8号，6月8号，店长，对，6月8号，8号，店长开店不知道日期，开店不需要知道日期，只要知道星期几就好了，人来就好了。待会会写成功或失败，因为他这张每张卡后面会写成功或失败，对，就是谁用这个角色成功或失败。那因为我们是 TRP， 就我们自己用自己角色是 OK 的，可是。有可能你会换角色用，
对，如果你换角色用的话，我们再来看怎么换角色。决定，把它取名为传说中的勇者。哦，也可以啦，输了我们就笑你，输了我们就笑。传说中的勇者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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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对不对？对，我就跟玩日文游戏不知道怎么。那版图上有几个东西要设定，一个东西叫做研究所，那它是贴贴纸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白色的，白色这个，它在游戏的升级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研究所升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回合有盖研究所，在游戏结束时选择研究所升级，在下一次游戏的时候它起始就有两间研究所。哦，对，这是研究所升级。好，所以我看到研究所会有组，会就是如果它刚刚讲了会爆炸，对，你的唯爆炸是指那边也不能盖了，不能盖 destroy and not a building。 那城市怎么那么小间啊？所以盖一个土地也盖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记录游戏板子上的研究所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所是第一个是，我看一下亚特兰大，所以我们这边要有一个那个谢娜，哦，那是共同的，就谢娜就好了嘛。对，这是共同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地方是写那个 research station， R E S E A R C H， 写轻一点，因为正在板块上是。然后这边呢，人家不在意嘛。不要这样子。黑盒，忘了定黑盒。好，亚特兰大我们就先一个。那如果要划掉，我们就划掉。OK， 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有病毒，病毒。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地方记录。现在是这个亚特兰大的字有点奇怪。没关系，看不懂对不对？为什么最后有个 R？ Atlanta。对，那为什么会有 R？ A 才对 ，Sorry。好，我们一开始研究所就爆掉了。这一局我们请教好吗？英文果然也要加油。对不起，一开始英文一开始就爆掉了。加亚特兰大，然后最后加一个 R 是什么意思？好，那我记病毒是不是？我在不，没有，就隔壁就好了。因为这边就记我们有几个研究所，其实不多，最多六个而已。然后这边就记四种病毒生命现在的状态。对，那我待会会告诉你们它有哪四种状态，不过我们现在就先把它画好就好。好，对，就画好就好。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上面的爆发的部分。那爆发的部分我们用乐高来代替，所以假如爆发一级就一个，爆发二级，因为二级是黄色的，所以我们二三级就用黄色的。好，那游戏结束的时候呢，就一样写在下面就好了，比如哪个城市的级就画，开始画正方形。OK， 好，所以这个基本上这里就完成了，是我们的重玩的一个动作。那剧本呢已经重 C 过了，就是只要按照剧本来玩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那贴纸或那个事件呢就当作还没开。就不要理他，就不要理他，当作还没开。好的，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游戏一开始的时候这里要放东西吗？哪里？这边要，就是现在我们要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算 set 好游戏了，好 set 好游戏了。那等一下升级的时候，我再来告诉你这边有什么好升级，还是你们要先知道怎么升？少一代的什么？红色，红色，因为刚刚没有 set 红色，所以应该是。我还是想一下有哪些升级好了，这样基本上你们应该可以。原来升级的点是你要努力做那件事才会升级哦。对，第一个是。解药升级，如果我们某一个病毒它在游戏结束的时候被根治，要根治哦，就可以选择解药升级。解药升级第一个是你不需要在研究所就可以做这个解药，第一级。你说之后吗？对，第二级是你不需要花行动就可以做这个解药。因为原本做解药是你要收集好卡片，然后在研究所，然后画一个行动叫做制作解药。对，第三个呢是你可以扫一张卡来做这个解药，所以我说那张很强啊，你只要三张卡就可以做解药了。那等我们升级了解药，我们再用它。对，因为我还没升过，那之后再说，好不好？第四个是，你不觉得我们升级之后，我们就获得一个角色能力比较厉害吗？但我们就获得一个角色能力，我们根本不用理他。没有，可是他只限定某一种解药而已。是吗？这升级是升级在那一个解药下面吗？对，但是因为它总共有四，第四个是我看一下，当你治愈的时候，移除所有的角的
病毒，因为我们一开始每个人都只能移一个，可是这个如果你治愈它的时候，你可以一次治疗，就是它病毒被弱化，你可以，就是医护兵啊，就是你们也得到医护兵的能力了。对对对对，可是因为它只有一个是可以升到四级，一个升三级，一个升二级，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解药都可以升到四级。对，什么听起来都是升一级，我觉得感觉一级、二级比较划算，三四级我觉得超亏。要先，其实不会，超好用。我基本上我光是升这样子就赢超，应该说这是要一个比较的，可能还要比较我们升其他的到底像，例如说留个研究所，我觉得怎么想感觉都比较实际啊。我个人觉得病毒比较好，研究所会爆掉，然后再来角色升级，这边有五个可以升角色，就是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升级，可以把它贴在你的角色卡的升级的位置。嗯，好，那我们之前的角色有升级过一个，它升级的能力是。它可以不用弃卡片就可以飞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没你展示那张卡，那个城市就可以直接飞过去，不用弃卡。所以我用这一张卡，我到处飞，但我不用把卡片弃掉，会直接飞到研究所就可以做解药。对，只是看你怎么去配合。然后像这个是每一回合你可以治疗一个跟你相连的城市，免费的行动。对 ，One per turn, you may test in city connect。不是免费的行动，可是你可以不用移动过去就可以治疗，就是我在这里可以一个行动，我可以在这里可以治疗旁边，但是就是我的治疗行动一回有一次是可以治疗旁边的，对，你的治疗范围比较大，对，所以这个是增加你的手牌上限。那相对的，如果刚刚讲了受伤，你在疫情爆发的地方你受伤，这边会有像第一个就是减低你的手牌上限，但这可以选啊，对。就是如果受伤，我们再看。基本上我不想看。你们都没有受伤过？没有，就因为看到快爆，就赶快能跑哪里就跑哪里，你知道吗？不会站过去，因为受伤三次就角色就死掉了啊。然后这个没关系，大概就是有升级的部分。那这个是卡片，我们可以在城市卡上贴贴纸。如果你下次抽到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当城市卡用，或是当事件卡用。那我们的金元卡会增减，可是这个如果贴上去以后，它就会一直在里面。我们会额外多个事件，对，那这边就是那个是这个是好的，因为像城市如果爆到五级什么，那城市基本上没有用了，因为你飞不进去，你也飞不进去。对，那这边的话就是它的那个震动荡等级，如果疫情爆发，它会不稳定，不稳定等级一二三四五这样一直叠上去的，一直叠上去，它不稳定的会一直叠。好，这是大概是升级的一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有锦囊妙计。跟事件的贴纸，刚刚就被动到，然后就是在这里，对对对对对，嗯，对，他刚刚有讲这个，好，然后我们现在游戏正常开始的时候呢，他是用选角色来当起始玩家，然后造轮，所以我们现在好粉红色先，谁是粉红色？我 ，OK， 好，你是红色嘛，对不对？嗯、好，所以由鱼丸大大先，我有问题。升级目前有条件的只有解药，还有城市。哦，城市是要摸有盖啊，有盖出来，你下一回合才可以放研究所，才可以去选择研究所升级。你不能够在像我们这回合这里没有盖研究所，嗯、你不可以贴这个在这边。我们是升级一栋研究所，还是升级所有的研究所？一栋。你比如你盖六栋，你只能选一栋来升级。好，没问题。对。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对，他只能把你的占地临时。疫情都爆发了，你还不给我钱？政府钱没有那么多。OK， 对，忘记一件事情，我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这个游戏不是说开始就开始，是有剧情的。好，那我们 say 好，对不对？我们要按照这个剧本来玩。那从第一章来，所以今天叫做叉叉年，西元某纪年的今天2065年，然后疫情爆发，政府寻求那个。专业人士来处理疫情爆发的问题。然后三月是这一局总共出现了有布莱特鱼丸，他是医护兵，然后还有弥勒是听说是某个勇者的 AAA 五个 A， 然后他是科学家，然后还有一个苏菲亚的通才人，苏菲亚的研究员，苏菲亚的研究员，他的大名叫做就叫布莱特，也不叫布莱特，我这叫就叫苏菲亚，就叫苏菲亚艾瑞克，对，苏菲亚艾瑞克，对，好，那。根据情报显示、是你们了解到有四个
有四个有问题的病毒，是，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是哦，对，我们有观察到它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目前看来中东很有问题。对，然后但是呢，没有关系 ，keep it down the control， 尽可能的让病毒在控制的状况下作业。对，然后我们应该可以想到办法的。那每一张卡片它都会有故事的说明。那这张卡片的说明呢？任务简报。对，它的。禁止，什么叫禁止？所以我们现在任务目标是什么？请不要抽、展示、偷看或任何的方式，直到它被翻开。对，好，然后它翻开有条件，抽这张卡，然后读它的另外一面，在你第一次设定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抽了它，抽了，对，我已经抽了它，然后被你读了，对，我已经读了它的背面，它就告诉我们说。发觉有某一种病毒，现在可能会对我们现在四种病毒里面看起来有些病毒会有进化的一个动作，但是叫我们尽可能的控制疫情，对，在还没找到问题之前，尽可能控制疫情。好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赢嘛，很奇妙哦，是不是？不是啊，我们游戏目标跟原来的一样嘛？我们的游戏目标还不知道。好，那现在我现在继续做，因为他继续抽，因为他上面写 keep drawing， 所以我就继续抽。对，其实从它上面说，这是我们的 object 目标卡，对，然后它的目标在另外一页，对，然后把这张卡放在那个目标卡这里 object 的，对，对吧？翻开，好，那我们现在的游戏目标也是一样，那个研发出四个解药，好像是我们现在的游戏目标，突然有目标了，对，然后呢，好，他又说了停止抽，嗯。放一个提示标记物在感染第三个感染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放一个提示标记物在第三个感染的位置。嗯，就是当我们发现爆发两次的时候，抽这张卡打开，对，就抽这张，抽这张卡，在第二次 epidemic 的时候解 epidemic 处理完的时候，再抽这张卡，翻开，对，所以当我们第二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翻开了。嗯。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可能的控制疫情，而且我们现阶段目标还是一样，做四个解药。好，对。好，现在开始基本版。如果完全没有玩过基本版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做解药，请先去看基本版的可以的。请先看基本版，不是大家都看很多了。我在之前po这个之前就po过很多次了。OK， 好。然后这个是也po过了，所以他们比你们清楚。好的，没问题。观众等很久是吗？对对对，我们今天只是来。想办法如何 TRPG 的感觉，对对对，如何重玩？我们要来挑战如何重玩。好，所以抽顺位，顺位是。所以你的能力是什么？我现在研究人，我可以给任何人任何卡片，就跟他同一个地点吗？对对，要。然后你可以不用符合那个地区的名字给他，对，我可以直接给你卡片。你是也可以跟你拿哎、欸，可以、哦、真的、哦、可以 ，take 跟 get 是都可以。所以我在想，你要不要跟他拿一张，然后飞过去？我想我们这样好了，把这个版图移下来一点。对。那你要干嘛？卡片放这？没有，没关系，放这就行。分享知识不用。那我先咯。好，你要不要去飞过去？我觉得那边好危险。来这里、哦。对，我觉得这边超危险啊！等一下这随便翻到一张就蹦蹦蹦。等一下这两张只要洗回。那地点是什么？奇内奇南哦。嗯，我看一下我在哪里哦。这个地点太烂了吧？太烂。那另外阿里吉斯，阿格里斯这里。适合的其实在我这啦，只是阿格达就直接到这。对，只是在我手上没有用。如果他现的话，就可以跟我拿到给你。没没关系。我先讲我想看哦，我这样清一圈，然后我慢慢走过来。你们要直接过去也是可以的。就是、我直接过去没有意义啊！我直接过去，我做不了。就是乌克兰西、北美洲跟中东非常的危险。感恩师傅，赞叹师傅。你人真好。我们的世界和平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负面的一些神教人士。他目前在神运、神学。果然小烈，果然小烈。他刚刚打野了，我
啊，不管，我要先直接原地先治疗一次。那我义务兵是直接是扛两颗，我要先治疗，这是一个动作，一、二、三。那另外四呢？治疗是全部治疗吗？我对，他的义务兵是，我这个是全治疗。你余华，你要把卡片放那边，那个手牌放那边。都放这吗？这里没有没有，那个纸其实这个纸其实没关系啦，只有我这边要而已。这样看得到？对，他那边才看得到。不然你就要讲一下你现在手上有什么卡，其实你可以用讲的啦，因为玩家很厉害，他们自己记。对哈，我玩手中其实有北京、芝加哥跟圣彼得堡。北京、芝加哥跟圣彼得堡，现在都北京在亚洲，圣彼得堡在那。你有芝加哥啊？然后呢？你可以到这边飞啊。我想在那边先清一清，不行。你清走飞清，这个不就解掉啊？为什么？哦，四个动作。不会就马上爆了，他现在在这一区。对，我们相信鱼丸大大有神运。等等再来，好，大不了我先走回去了。等一下你们盖好研究所，突然有再过去。没关系，你对，好，我们相信专业人士。医护兵，我不是，就是这样干的。我可以讲一下心理的位置吗？可能有点心声有点大声，但是我已经清了五颗，我现在急杀出五颗，好，急杀出五颗，结束就完。抽两张卡。这里抽两张，对，我们记得先抽两张，还有我记住。Do for action， 抽 出卡，一定先抽这个，因为如果蔓延的话，这边会那个。对对，蔓延好，先抽两张。这那哪里？第二张卡拉奇啊，卡拉奇是旁边，卡拉奇没事，首尔，好，那换下一位，加油好吗？我需要给你们卡吗？还不用，刚不是要抽，好，你抽完了，这个不是那个卡要那个三要感染城市，对，两张。Istanbul， 他G了，这里，但是不可能，看来该过去了。里马，好，那我要干嘛？看你不觉得你不过去很危险吗？下一回应该要过去。盖我过去看看，那我怎么？我们要怎么盖啊？很困难。没有，因为他一开始有三个三颗的，所以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要解一个。还有，我可以飞到八个啦，但是我就不能盖研究所。八个打在哪里啊？啊，就在这。OK， 好，巴格达，我可以飞去巴格达，但是我没有办法做，我没办法弄研究所在那。那我先给你一张好了。可是我等下，我如果飞走走清，飞走走清就没有啦、啊。怎么改研究所？你给一张弥勒阿里吉斯啊？可是我这样就没有办法。他给我那张要干什么？你说让你飞走走盖吗？我觉得让你飞走走盖。你是研究员吗？不是，你是五个动作啊。可是。那你等一下过来跟我拿好不好？他怎么跟你？我怎么飞过去？我会在巴格达、啊，然后呢，我飞到巴格达，然后再跟我拿卡片啊，你就可以等一下过去盖了。如果你要想要盖，研究所不是要用当地的？对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盖的话，因为我给你的卡是给你这张啊。我们盖在那种奇怪的地方干什么？所以你要盖这里啊？我感觉盖这里我还可以接受，盖巴格达也很棒。那我现在要怎么？我现在要做什么动作？给他卡，让他过去盖。走走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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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先给带走吗？给走。我来这边啊，我自己拿啦，我就下一回我就可以盖啦。啊，大球就可以接受。走，没有，我现在给你考，就剩三个动作啊。没有，那我想到这样，可以，他走过来。那这回我们想，我觉得要基本上即使爆发了，要摸到这个几率也很低啦，很高。然后我。这边至少有11张，11分之一。我们现在第一回合要先清三颗，然后其他的再慢慢来。没有啊，就是你不是要走过去吗？你走过去就跟我讲说你不清三颗的意思啊。没有，我非走走清，我会清掉一个，因为有三坨嘛，一人搞一颗。那他刚刚他可以搞最远的那坨，他不搞吗？我跟你讲，你刚刚应该就是来这边搞最远那一坨，然后这一坨我搞，然后这一坨你搞。我想问一个问题，你飞过去之后，那然后呢？我们研究所要盖在哪里？这不是盖研究所、啊，我们要先避免他蹦所以，然后我们就要等到他抽到之前，我们都不盖研究所。你说真的，接他会比盖研究所重要，这是我个人认为。对，相信我的专业。虽然我刚刚已经心声很大声的在那边啃了，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有一个人浪费了一个动作。那你就不用啊，那你根本干嘛过来？我直接飞过去，我飞过来走，飞过来清，再走过来清，我清因为会翻出来啊。就两张而已。好，那我来清这个好不好？如果你那边可以清的话，那你要哪一张你自己拿。你觉得你要哪一张？你这两张要给我的话，我当然这张。我觉得那张
我觉得那样，因为之后翻到的其实，除非是爆发出来，就翻到那个时候最下面先翻一张嘛。嗯，就会有一个地方是三的，会加一张新的进来，会再加新的是三的。对，没有，我就这样。我觉得黑的比较危险，黑的怎么看都危险啊！这一区怎么看都危险，因为等一下不管怎么会一直翻这边 啊。那你要哪一张？你想要哪一张？还是我两张都给你？我两张都给你。不用那么多，给我两张，你反而没办法做什么。不会啊，我就用走路的就好了，因为我那你怎么清？走走清清啊，我先清的。一般手牌上面有几张？七张。这边啊 ，discard of two seven cards。嗯，哎，我可以在这边接那个。我有这个研究所吗？对，我在这。那边没有比较好，那边的连接点很多。我就跟这里的，如果对这边的话，这边跟这边的效果打比较好。那你飞这里再走来这里，不是可以一样吗？哎，对啊，我飞那边走过去盖研究所。对啊，飞走走盖清，我的动作刚刚好。那这个怎么办？就放弃啊！他不会这么说，我们至少已经清了两个嘛。放弃啊！放弃，这回放弃啊！那我建了研究所，马上就过去清啊。OK， 好，那我的动作决定了，我的动作就是决定了。没有，我只是看你要不要卡了，不卡我就是走走清清。我觉得现在还不需要卡，等一下再弄吧。走走清清，这就是我的动作。好，然后抽两张，这张是什么？卡塔欧拉塔，欧拉应该在这附近吧？然后这张是米兰，马尼拉。马尼拉，好，印尼，发两张。华盛顿，华盛顿，莫斯科，你看都在这里嘛。你有完蛋了，这个到时候手黑。你完蛋，麻烦你到那边绕一圈。手黑啊。好，换我先弃掉这个。那这张的地点，他可以选择的动作是直达，这张被使用过了，对外弃牌区。这是第一个动作，两步，第二，三步，第三，清掉，清一颗治疗，然后我有第五个动作，所以我要盖研究所。我在巴格达这个地方盖一栋研究所。结束。好，那抽两张卡，第一张是哦，得到政府的金元了，免费盖研究所，免费盖一个研究所，还不错哦。你们早一会儿抽到，我们就不用那么苦恼。第二个是什么？洛杉矶。洛杉矶的，然后翻两张，伦敦在英国，在扣到维基的时候用超强，圣彼得堡在不是，一定在这边啊，没有，圣彼得堡在旁边，是的，好，圣彼得也做完了，我做完了，下一位，你看我刚刚就留在研究所，就等这个机会，对，果然，好一，那就是我们开始的顺位有问题吗？听我讲完，果然。无言。哎、欸，刚刚如果是我先手的话，我就直接过来，他马上过来这边绕一圈了。他第一轮就给清了，他现在在乱的。我第一轮不去。好了，没关系，来你清，走清，走清。他提很久了。对，走清，走清了。走清，就是飞过来，飞过来清，这是第二洞清，然后第三洞是走，然后再清。你看，多棒啊！很厉害啊！真的 ，UV 真的是每次用都很过瘾啊，爽度100万，得力。开做解药了，黑的五张了。San Francisco， 所以我要去给他。好，抽完了，没完，还是要抽我的蔓延。艾森，德国。艾森，北京，德国吗？北京热，北京有点热。哎，对，我得拍谁？北京热。好了，那惨了，我要怎么过去？你要过去哪里？他的，给你卡片。你不用过去，你去研究所，飞去研究所，你带你。中东现在应该没什么威胁性，被我们清成这样子。走走飞给我就不我就那我就不清了，好不好？我就不清了。不清啊，这回我觉得不清还好。还可以顺路清一下。可是、OK 啊、你拿五张卡就要弃卡片，你拿了五张卡就要弃卡片，一定要弃啊！为什么他要拿呢？你跟他拿不就好了吗？你也可以帮我收集啊。我跟他拿，要站在那个地方、啊。他跟我拿，他还要这回抽两张，他更亏。我要站在他的地方。提前就弃牌。也可以，为什么？不得不他的能力不是说只要是知识分享都不需要吗？不，我只有我，他可以跟我拿或我给他，而不是我跟他拿，是我给人家的动作。哦，那你先想要过来吧。好啊，走清走走，走清走飞，
好，我的动作结束了。对，那等一下有事，我 说不定我会跟你拿黄色，我就直接做解药。有可能，说不定。好，一张，好，棒。那我们先蔓延，蔓延指数先推一个，推一个，然后按照上面指示做。首先第一个动作是从下面抽一张起来，推一个已经我们推了，然后从牌下下面选一张起来。阿里吉斯放三张。对，好像我刚才经过，对，没有，是路过，然后再把这张卡放上去以后洗一洗，然后再开始抽。不是这张卡啦，哦不，上面刚刚的所有的曾经被翻过的那些城市卡，把它洗一洗，放在牌库顶 top。对，然后等等的蔓延动作还是会继续。那我们等等速率是二，那这张卡基本上被翻过了。放旁边，因为到时候还要洗出来。我们可能要切一下这个。中了会比较麻烦。我们以后今天心脏最强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布莱德鱼丸，布莱德鱼丸，切一下吧。这样子好了。好，叠上来。输就是你做的。那今天速度是二，就两张吧。会、中，伊斯坦布尔没中，还好还好嘛。对啊，只要不要中这一格什么的。你看我家清多快一次，你看那哇，这什么？什么推的？哦，那个钢琴的那个。那个什么，我竟然没有，这样会发生什么事？不会，不是在我身上爆发吗？没有，目前都没有。他没有爆，他没有这个。你的地方不会放，没有 outbreak。对，他还有一个能力，不会，他是治疗，他的能力是解药做出来的时候才不会，是吗？是，不会放在他哦。你看他是解药做出来，那是另外一个角色。哦，是另外一个，我记错了。那个你要 outbreak 才会受伤。够吗？对 对, 對 ，outbreak，、哦、你就这样大家都在那边嘛，对不对？你要爆，然后就爆光了，好不好？大家一起死嘛！我们的回合呢？第一个就结束了。好、啊，换你、欸。那你刚刚还有一张，你只抽一张。我，对啊，对啊，我还要再抽第二张。喂，哦，这个，哦，萨卡，你的手牌。我在想，我要不要跟你先拿一张黄色？你怎么拿？哦，我直接跟你要啊。哦，对，可以啊，因为我现在没事啊。那看起来，等一下鱼丸要过去绕一圈嘛？你要先清啊。要清，知道还对，要先清，因为还没翻出来，他还没翻出来。走清清，走清 ，OK 的。我有五个动作。走清 ，OK 的，对。那你可以多拿一张，拿走清。你说拿那个吗？对，拿巴格达吗？哎，对。巴格达有没有帮助啊？哦，我们迟早要把解药做出来的嘛。对，看手牌啦，走清，对啊。好，先拿，先跟你拿。嗯。我刚才投的地方，我刚才要一个巴格达。巴格达。哦，在这里。没什么用，我只想说凑、哦、先凑。他的能力给牌也行。对，我是我跟他要也可以。对，不是因为现在你们手牌都很满，我手牌最空。嗯，我不趁现在用一用，我不利用一下这个空间，我觉得会有点浪费。走过来，这已经是二了。二，然后清。四五，对，蛮厉害的。好，做个小的。好。啊？哇，今天慢慢。不是，他是一起抽。哦，一起抽。他一起抽。为什么会哦？就刚好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区间刚好很近。对，这么衰。那这样先满足了是好，满足了这个状态，那我们先解决他的感染。解决吗？对，所以先抽，先从下面抽一张出来。我刚都清到二，不会爆了。对。最衰的话就是抽到这个地区，在这边。一定会。然后他是就是一定会衰，才二。他是 complain， 因为只有三张而已，他一定会抽到。那我们来洗一洗。啊、不对，有会抽到两张，会要抽两张，有机会。鱼丸刚刚也切好了。这是，我抽完了。对，两张都。我们要完，我们要完成那一张。对啊，然后再翻、就是、翻两张。对。第一张。哦，还好嘛。又是这个地方。哎。伊斯坦布尔哇，运气多好，运气不错，骗人。好，那现在暂停啊 ，stop 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发动能力了。抽这张，他叫我们开，对他叫我们开。现在世界的那个什么，对卫生世界的卫生组织，对发来一个通告，叫我们注意了。对，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爆发了，所以要叫我们注意了。好。翻一趟，要把 open 就对，对 open。OK， 好长、哦。这些亲们帮我翻译好了。一月份怎么了？一月干嘛 ？Monster Cube Open。你不是玩过吗？对，我玩过。大概的意思是说，是跟我们预期的一样，
有病毒是病变了，病变了，然后呢？有病毒病变了，不是说最坏的情况确认了？对，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有病毒病变了。结果就是场上最多的场上方块最多的那一个病毒，现在被叫死了，被确认是什么 code？ 西 code 403A， 他现在已经被确认了 code 403A， code 是，对，然后。对，都是黑的，对，还是黑的，对，是这么巧，扣了43A，就他又怎么了？现在是治疗他需要两个动作，什么？你用两个动作才可以治疗一个，讨厌。对，然后他这边有一个19，就是代表说我们要撕贴纸19、18、19。那因为我已经贴在这边贴过了，就是他的游戏就是我们需要把19没有贴上来，事先设过。他只刚好又是黑的，真的假的？那他还叫你现在立刻 destroy your original object。对他现在呢，我们的现在的游戏目标换了，那叫你把这个撕掉。对，因为从消灭它，因为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有 destroy 黑色病毒，黑色病毒现在没有办法治愈，因为我们还找不出做解药的方式。为什么？反正他写的，上面他的情报、哦、这边有写。对。目前我们还找不出它的解药的制作方式。对，我们还找不出它解药制作方式。哎，它的疫情扩散了，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对，我们它的后要治疗它，所以扣的403A现在没有办法做解药，所以我们黑色解药现在不能做了，而且治疗变困难了，所以我们移除病毒的这个动作要花两个 action。对，好，那我们就 object 先移掉，好，然后贴贴纸19在这边、嗯，然后我们来看 keep drawing， 又要抽了，对。然后呢，抽这张卡读 read both side， 对，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然后 stop card will told you when start again， 所以它上面的这边还有一个 start， 所以我们先停止。然后我们先看现在，突然又变成，现在目标变成制作其他三个解药，对，因为一个不能做了。This， 好，那现在这个游戏目标呢，现在就调整成做三个解药。就赢了，对。然后因为它有红色字，所以它必须每次就必须要做出来完成这个任务才可以过这个游。就是我们的条件就是这个。那个是那种下面没有红字的，就有可能会被破坏的，对不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改变游戏策略，是黑色也不能做了，所以现在黑色反正黑色先想办法去。感觉更好赢了。黑色，可是我们黑色本来要做了，本来就那我们再你看我们再少做一个啊，我们就赢定了。可是你等下清又更困难喽，不用清啊，不清下一个爆的就是他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的病毒这边可以想，现在就变成他病毒名称变403A， code 403A， 然后我们就注明他解药叉叉，啊，不然写英文好了 ，CURED， 点一点，好，我的英文名字真的不好，好，所以他现在。这个病毒 ，Black 的这个病毒，就从此以后不能做解药。从此哦，因为它是贴贴纸，真的贴了。从此以后就不能做解药。下一场游戏也一样。到十二月。随便讲一下，如果在刚刚没有场上最多，场上如果刚是干的，干的，那就自己挑一个。它上面有写，就是如果没有要求你选，它反正不管什么选一个。没错，他是写一样多啦，因为其实不太可能。那我们现在可以，我们可以取他给他取一个名字，如果愿意的话。当然，通常是做解药才取名字啊。嗯，像蓝色解药，我们之前做出来就写 blue eye 这样子，但是现在不用。黑色现在扣着403A 咯，进、嗯。好，那我们现在轮到谁？刚我抽完两张了。换鱼丸，对。换布莱德鱼丸。哦，我们现在也不能做黑的嘛。对。那太好啦，省事，我只要清就好了。黑的就去掉了，那红的可以解药解还有红的吗？你说收，我们开始收集嘛？你不能不弄啊！研究所开这边、哦，我知道啊。可是不能，一定是我们要现在来开始收集红色，是集中在某一家吗？你要，我可以给你们卡了。不是啊，就代表其实距离下个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刚刚连爆两次，不可能连爆三次啦。那我们还有三个解药要做，所以加油。那、黄色想办法给我啦，因为我会比较快。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黄色，我们现在只有红色。小孩爆不用理他，把黑的丢了。对，黑的可以飞，黑的可以飞。卡拉奇可以直接包机，
你可以轻轻轻，然后再、不行，这个要轻啦。我想看，他只能先走过去轻轻啊，两个动作。对啊，一动轻轻，然后选择治疗要花我的两动，对，二三四。没有二三，还有一个动作，二三就是轻。你可以照卡拉奇等着飞啊。那一只，没有，你那边也可以啊。哦，这里我有在德莱德利嘞，可以飞到任何一点。去哪？你往后。我手上的北京是跟锁。那你就飞我的好了，我有 Osaka 跟 Melina 在哪里？绝对不要飞过去，不要忘了，等一下怎么翻都是这一区，你不待在这一区，我们怎么办？可是卡，可是那这个要给谁？啊？收集这个当不是，你有研究所，他可以先飞啊。我等一下，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待在这边，我负责清。他先待在这边，然后要交易卡片就靠你，还不靠你来交易。因为真的翻的就是这几个位置，你现在看到场上有的真的都会被翻出来。例如你过去跟他拿，我没有办法跟他，我给他比较快。那你给他也可以啊，对，给他之后让他回来做解药，因为他势必要清，这个等一下一定都会变三。我们一清要两个动作，我们做那你们两个人你要给他台北或者他自己抽到红卡。我现在已经有了，我就是。对，可是我只能给你两张啊！要给他台北，我觉得至少等他抽到三或四张。好，那你抽到三张再说好了。那你对啊，那看，因为红色现在太散了。那现在那你就走回来啊，是不是？整的清病毒。刚刚一次谈过了，好，德里这已经被我清过，德里顶多再加一颗，所以走回来这里。对。然后翻卡片，如果你翻得到的话，蓝色或红色。五百，没有用。哎，刚好抽到哎，那太好了！等一下，黑色气光就好了。不是，不要气光，看清楚地区。就这两张留，这两张留一张就可以了。对，这两张留一张。其实不用了，因为我人在这，等一下我就可以给他解药了，给他这个红色两张，他就可以过来做了。所以他现在气光其实没什么差了。哦，因为等一下你还是要气。可是你不用气光，你只要气。我还要气两。对，还是要气两张，反正等一下还是要气的。等一下还要再气两张。对。然后感染。黑色一颗，哇哇哇！阿里吉斯在他脚下、哦，你五个动作只能清两颗，超贵，超难做。他不，这颗反而不急得清，至少要清一个，要清一个，还是要清一个，很怕翻出来而已。你说连哦，因为蔓延四张，对，大概一到两轮。要说我选不清，先清其他。我会清一个，因为其实不管其他怎么翻都是一。我只是要避免它爆发，提早爆。我只要避免它爆发。它其实它累积到三个，那我都不管它，等你过去清就好。我只是要避免它爆炸。只要不要爆炸，它其实怎么多我都没有意见。我给你一张，给你两张，你动作做得完。如果你下一回要做解药的话，你给我两张，我当然做得完。我给你两张，你做了，可是我的动作就会浪费了。对，你会走给，那就剩一动，那就清我这边一颗。不行啊，两栋才能清一颗。你有一栋哦，我懂你的意思。那我一栋就会浪费，没有差吗？就算了。一栋浪费，不会了，我来这边等好了啦。如果我走给我来这边等、哦，反正这个还是也，这刚刚翻的嘛，不是？这刚翻的、啊。那不用，那我来这里等好了，这个还没翻出来。反正你们，因为我只能够走一格而已啊。好、嗯、啊。走给走。那我来这里待，那我就可以，而且可以顾蓝色这边。好，好、啊，好，那我就移动。然后给你两张的同时，你要弃掉两张卡。好，去马可以去隔离，弃掉一张好了。我看一下，芝加哥跟弃这张啊，弃这张啊，应该比较，应该比较远。圣彼得就在我上面。对，芝加哥了。给他。总觉得好像应该要留比较远。我觉得我留比较远。还有一张什么？圣菲斯科更远，旧金山更远。那我不想要圣菲斯科。好，那这边就弃掉。好，两张红色。弃掉德里跟圣菲斯科。好，那我第三栋来这里等。好，我动作做完了，抽两张卡。一，好，黄色出来了。圣保罗。二，好，两张黄色，那等一下又可以做了。因为你的蔓延。对，我的蔓延两张。巴格达。哇。开罗，哇！今天中东真是病情很严重的地方。合理。好，换我。首先花两个动作，先清一个，我不想让它爆炸。现在你花了一二，
三四，然后我再跟他拿一张。这是什么？金沙卡拉沙。我是保罗，巴西是保罗比较好用。OK， 要拿哪一个比较好？好像都一样哈。我拿这个，我拿一张，好看你等一下有没有空给我一张？可以，嗯，我清完可以给你。我现在我等一下我回合要结束了，但是我如果抽两张号手牌会爆。那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台北弃掉，另外一个是直接盖一栋研究所。当然是盖研究所比较好。那只是我们要盖在哪里？我们要猜一个位置。盖在，我们等于是因为现在完全没有一个，我们只能猜得出来这些东西都是等一下可能会。其实通常研究所盖两间就够。除非你在后面有需要盖到三间，不然其实盖个两间就够了、啊。可能那这个东西，那就盖在红色这边啊。当然，你还有个选择啊，先去台北看，等一下怎么样再盖嘛。当然是先盖研究所啊，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好盖，一个这边盖完，通常都会盖这附近啊。那这附近这边有了，就靠后那边一点，一二三四嘛，你盖在这里差不多，因为要走五步，五步就要走两次，就是从这里走一二三四，然后第五步才可以走到这个地方。你说直接盖在香港吗？对啊。好，那就盖在香港了，也算交通要道了。对，盖一个香港，然后结束，抽两张。说到上海，跟圣地亚哥，哇，自己最好的，对，好，圣地亚哥，我结束了。那感染城市，蒙特利尔，哎，新的哦，没有啊，我们刚刚清过的。哦，对对对，我清的，马德里。OK， 好，换我，换鱼丸，布莱德鱼丸，清走坐，刚刚好，一二三四，对，刚好，好，清，清一次还得花我两个动作，先把它放边，清走，不对，不应该清走，哦，不对，这是黑的，没事，没事，没错，清走坐，我想说你做的是黑色景，没有，因为我做的是红色，好，那我们切掉五张，对，我们红色这一次做好了。你等下，你那红色也没什么病毒。哎、欸，红色，只要一清完它，就根治。对，就根治。等等，所有红色的地区蔓延翻都是无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升级。啊？为什么？哦，原来升级是满足这个动作。不是，你要就是你要先根治之后，才有办法升级，你才可以选择升级这个。那再说了，好，没有，我等一下可以飞走走清。那再说，我们就先把这边顾好。好，我已经做完了，我的试动已经做完了，我要先抽我的地。因为我觉得差不多该爆发了。哎呀，纽约跟色狼还是什么？算了，反正我现在有蓝色三张了。反正在这边，这里好像是伊朗的首都。是，天、嗯。里马，这边应该是蓝色或黄色，还有黑色，这边黑色。朋友加多的不像话，那怎么办？就帮他。如果我有安全卡量，就是这边要清到一个，没办法清啊，走，清不掉，我清不掉啊。只有迷的可以。对啊。那也公用现在我想看看。我等下也不会走，我等下做解药啊。总人生总是会有一些遗憾嘛。那。就让他爆嘛，不要理他、啊。而且观众很想，还蛮好奇怎么上到一级危机嘛，对不对？我现在讲真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动。我那你要干嘛？我有一个很认真的问题，他爆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爆了就会进入一级危机，不会然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级危机不会怎么样。然后下一场游，即使我们下一场游戏他再爆一次，就会进二，是不是？对，所以这一次爆不会怎么样，是你等一下抽到再抽到刚好爆这样子。就输了，就会输。一般来讲不会啊。阿里其实因为旁边不会爆啊。对，如果你抽到再爆就会输。可是刚抽到就还好。开罗不在这吧？有。哦，有开罗有。对，因为他翻出来就会洗回去。那你就清开罗啊。我走清这样子吗？对啊，那你就清开罗啊。哦，可以啊。可是开罗在，所以还好啦。不是，就是你要清开罗，然后到时候这个我们才不会连环爆。只有开罗会导致连环爆。OK， 好，那我就我还要给你们卡吗？不用吗？不用啊，我黄色起了，他自己抽满。好，走，因为花两个动作嘛，请。好、嗯哦，结束，抽结束，抽两张。我看中。是啊，所以我才说叫你清开罗啊。对。那我们就是马德里就不要理他。先从下面翻一张出来。加码一张。
他的爆发是这一格的人会出事，还是旁边也会出事？不会，站在上面才会出事。哦、这个要调到三级。所以，亲爱的，哦，还好，还很远，还很远。对对对，还好不是旁边，还不是，可是那边爆了，顶多是这个机会，顶多这两个爆而已，不会有其他地方爆了。对，只会有这两个地方爆。对，立马这边还是有点危险嘛。要差不多该过去了。整片黑色耶。对啊，就是都、就是危险啊。我们前面有录哦，这一次洗牌的就是那个哦，那一个哦。现在换另外。我们不说是谁哦。我会叫你们切嘛？谁切？我们刚刚有切啊。我们有那个，对，真的这一次。手气最好的布莱德鱼丸是，哎哎，根据你收到的消息，应该就是会爆的地方。根据你收到的消息，这一次疫情爆发的地点是三了，三张，一颗好，一颗还好，可以接受。好紧张，哦，紧张哦。伊斯坦哦，哎、欸，你讲一下嘛，伊斯坦堡很危险啊！好险，好险，好险！马德里被加一颗、啊。哎、欸，你只抽一张吧，还有一张。我两张抽，还有一张黄色。他一张哦，哦，又被我拿。好了，这个标记就有二三，没有嘛？他就用完就没有了。他是不同任务用的，对，就是。好，那我能做的大概也是这样子：一步，然后两步清一个，然后三步，一二三四，然后七五张做个解药。好棒棒，真的！一二三四五，对，黄色解药做出来了。黄色解药，好，我能做的大概就这样了。这个游戏的第二阶段跟第三有点接近。马德里，只是这边可能到时候就像你们加点油，巴格达，又满了。奇难，哎呦，爆了！好，那现在第一个动作是贴贴纸。放那个、对，所以那我们现在呢，用乐高来代替它，代表说这边现在有一级城市了。你们上次爆的也是这里，就对了。上次也是爆这里，对啊。上次就是连环爆、啊，爆过去。那爆的结果，爆的时候呢，加出来黑色吗？对，还有黑色，从它周围一二三四五都要各加一个黑色。是。还有加啦，这边还加啦，它加了，所以要爆一二，一二三四，这里加啦，加啦，这里那里本来没有翻过啊， okay, 好都加了，好都加了，然后第三张。二级，OK， 越来越嗨，这个解不掉了。鱼丸大大，我们的布莱德医疗兵，布莱德鱼丸，我就是一直走路啊。我想想看，阿比吉斯已经被翻出来了，对，这个翻出来了吗？我正在确认，还没，而且好像这个我第一栋会过来，好吧？那我的还有黑色是我的，不错。哎，下次我的回合了。对，下次回合。那就是一，还是你要连这边一起清？不行，还有两栋，它总共只有四栋而已。啊，对哦，它只有四栋。我在想我的五栋，它还要再走回去。你走回来干嘛？为什么走回去？这边不就了？对啊，我说你清完，你要走往那边走啊！我要清这个啊。那个你要清掉一个，你这边还要清哦。先清它啦。马德里我是可以去啦。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出蓝色就赢了吗？对，听一下，我觉得那个不要用掉，用走的方式清。那个你去清好不好？我很怕我停那边要爆炸的时候我会受伤啊。我不能去，我不能过去清啊。你走清，你可以啊。我在这里。对啊。一二三。我觉得先我们两个的部分先看他抽到什么再决定。哦、对了、啊、对了、啊啊，抽到蓝的，我们就想要把解药做出来，赶快。没有你清这个，我会清这个。哎，不是你清这个的话，你要去清这个，我来清这个。所以这三个就是得清啊。这个是翻出来了，如果这个翻出来，我等一下会来清这一只。对，所以这个反正他先去清那个。这布莱德，那我就一动浪费掉了。我有没有给牌？不用，没有。你没有办法给，我也不能给哈。那就最后一栋走路啊，只是看你要往哪走。一二三，二三，第四栋考虑一下怎么走吧、啊。哎、欸，是不是有一个用完我们也输啊？对，放不完，走回研究所好了。我们快放不下了，因为研究所要顾啊，研究所不顾你要爆掉，研究所没了、欸。研究所在哪？真是一级不是还不会有事吗？不会有事啊。对啊，可是他因为他等一下翻开就砰砰砰，一次翻三张就砰、先抽吧，轻轻，我这不来卡拉奇吗？你要去那边干嘛？
你要往那边吗？那边他那个 AAA 要去啊。你说他走这边啊？对啊，他来这边清嘛，啊，我来清这个。我人不要离开通通好啊，是同表姐抽两张。现在蓝色在你手上，雪梨再一张，没有，可惜。啊，意思吗？等下要的话拿来飞比较实在。好，三张，三张危险。射了，射了。OK， 不要爆，拜托！哎，不会爆，还好。林马啊，不会爆，暂时不会爆。林马，你别不理他了。哎，啊，可是那解药做出来让他爆，好像就还好，让他去那边逛一圈。啊，换你了。我目标是蓝色解药。对，我目标蓝色。没问题，是没有卡、啊，没有补到蓝色，那也没办法。没有，有气掉了，刚刚蓝色有气掉。没有吧？有啊，刚刚有弃掉，刚做第一张做卡了之后就弃掉了。哦哦，弃了一张，对，这口弃掉了，那也没办法啊，也没办法。我刚好，我只能解左肘。哎，这个翻出来了没有？没有翻的话，我就翻出马德里吗？马德里在这啊，马德里有。对 ，OK， 我们现在哪一个没有翻出来？一个是这个吗？那个德里出来了。哦，所以现在一二三四五都出来了吗？五个都出来，只是看解哪一个而已。啊对啊，都出来才会变三啊。好，只我们只是怕什么时候会把这里也洗进去而已啊。好，那黑色就给他爆是不是？不能让他爆，黑色不能让他爆。OK， 好，这两个你要清哪一个？我清这个好了，反正比较远。等一下如果有空我会回来清。一二三四，哦，好，也是。不对，应该先清黑的。还是我来清这个。我们不能让黑的爆，黑的我们清就非常困难了，我们还让黑的爆，蓝的爆就爆啊，不要理他。可是我现在只能清一颗黑的哦。我这意思，你有一步会浪费了。对啊，就浪费了。不是啊，你就清完之后看你往回走或往这边走啊。如果黑色爆的话，那黑色就越来越难，就算了。那我们蓝色不要在外，至少外面可以把它隔离住嘛，不要让它爆到外面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吧。不然就是这一场放弃，我们把红色做出来算了。为什么非走走清就解解药，就只是让它升级。对，这样有很好吗？很好啊，超好做的，不管就这样。好，那我觉得应该想办法赢。好，那我，你觉得要清黑色吗？你们两个投票，我是投蓝色，你呢？我也觉得清黑色，你多走一步，蓝色那边赢的。我不要在蓝色等着啊！他爆了，我就受伤了、欸。不应该去等的。反正基本上这两个，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想办法回来。因为要靠它，我们才能调节这些东西。我们不靠它，我们还要分，还要走到那个地方。清完往回走，清完往回走，再开罗。好，那我走，轻走这样子。那我两个人清一颗。对，我觉得只能这样子。那我再最好是翻到黄色或当然是蓝色。好，没有办法，一张红色没有办法。两张废物，没有办法。帮你抽三张。李歹，哎呀哟，李德，我们快输嘞！因为都是这些一直排。对啊。突然换张，那这张应该也是蓝色。还是这里。不清就输了哦。有啊，我们刚有清啊。不是，我们不清黑的，等下翻三张黑的就输了。应该不会三张黑的啦，这三张应该最惨一颗黑了，感觉都出一轮啦、啊。要算也是可以算。一二三四九，然后我很快往这边走。场上黑色有几个绿色？你直接基本清掉两个就好，那个黑色让他去清啊。他一次清三个，你走过去干嘛？你清就可以飞了，你不要站在这边了。轻拿拿，哎，你轻拿，反正黄色不一定，黄色搞不好。刚拿了红色，他拿蓝色，你最多拿蓝色，你最有机会就是你刚刚拿一张，下回你补两张红色，你就可以直接做。不用啦，蓝色啦，做出来了，误会，黑色蓝色还没做。所以我才想，你这个蓝色怎么处理啊？没有办法，你卡片不够，我们现在只能想怎么解而已。我们是有事没事就传给他一张，然后你跟他拿一张，你教我动作。不用，你只要想办法。现在想办法弄到你手上比较实在，应该他有事没事，他要跟我来拿一张。你要停在这边才有办法。不是你跟我拿，我不用跟你拿也是一样，我不能跟你拿，我的能力是给别人或别人跟我拿，我跟你拿，我没有跟你拿的能力，我是资料分享，我给你或是你跟我要是我的能力，
哦，对，都只能从你那边拿就对了。对，好，反正黑色不够，你一定得抽两张黑，你一定得接两颗黑色，不然如果你翻到三张黑色，他没爆我们也输。迷人，你要清一颗黑色就好了。不行啊，你要清两颗啦。他才加三张，三张嘞。三张就刚好从下面翻，然后三颗。不可能啊，没拿这么快。在原地清两颗。好，剩一栋。这样一栋也浪费啊。我觉得清一颗就好了。飞这里或飞那，因为这边也要弄啊。飞这里好了，这里要。那你干嘛理他？那边爆就给他爆啊。好，那就去红色那边。我跟你讲，那个解要没事就把它解完。我是这么想啊。好，那就去吧。嗯，好啊。你有没有红卡可以飞？我是上海跟台北啦。哦。没有比较好，那就飞你的手球。啊，上海啊，上海，飞上海啊！哎，这样，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我只清一颗的话，我可以把红色解掉。OK， 好啊，好，去，一二，飞上海，三，走，四五，好，红色治愈，根治，根治就在我们等一下回合结束，可以选择升他，升他的神。然后红色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对，这一次红色不会再出现。开罗。蓝色，的没办法，好了，可以再翻三张。北京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没有。赚，啊，特兰大，这样，迈阿密赚了。新的哎，这张是新的地点了，新的地点了，我们终于突破了交地点了，新的地点了，鱼丸大，老样子，青黑色，这边啊，这边。最后重点要走完这个。你有的飞吗？三四，伊斯坦堡跟这个。哦，那没有办法。可我要先清这个吧。对，走清。这样一次清那是三颗。对啊。一二清。三四。对，没有了。哦，也没有了。抽卡、有没有蓝色？一张。你来再一张。哦。欸，那什么？跳过一次翻三张。就先打了，就跳。真的吗？真的就这样跳。你觉得是等那血再开比较好？对，好，对，好，应该要等到开到那一张的时候，立刻丢出来。二四六八，七张红色，红色就红色不用过去，红色不用，对，红色不需要了。黑色还可以飞进去，飞回来，是，黑色还可以飞进去，红色根治了，不需要了。对，红色还可以飞进去，换我了。好，哎，翻三张了。哦，伦敦，这不是刚开过了吗？没有啊，迈阿密是我们清过的啦。哦，是哦，太久了，就你一开始跑去清的那个地方，华盛顿，对啊，是一开始开的。只是因为被我们都清光了，所以我们胜比较棒嘛。对啊，这都有开过。对，对的。我们还已经熬过了黑色的折磨，现在换他应该要那个，但基本上应该快要出来了，因为还有两张。好，那你这个区间来讲，这边两张恐怖。嗯，那我会很近。那我现在要处理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好了，还是不管？你要清处理三颗，三颗的蓝色跟黄色的确是很重要。还是就我。黑色两个都不用担心，它等等真的补都一颗一颗，顶多我们很衰就是这颗了，很衰的话就这个地点。鱼丸娘有没有办法到马德里去啊？马德里哦，有点远。因为我想说，直接把马德里给你。但是建议在，我现在等在这了。我可以到马德里去，我只要走到那个，我走到台北丢一张就过去了。他可以啊，他不是有这个张吗？哎，有人走到这里飞到马德里，所以我们绝对可以。我们在马德里交易，但是研究所要干哪里？你交易完，你还是不能够。他要找个地方去研究所啊，他再飞回那个啊，再飞回来走过来、啊，就是要再过两回哦，这样是两 round。拿到牌，那我在这里干研究所好不好？走清走干，你们等一下在这里拿到牌就可以过来做，因为现在是我的朋友，我有这张卡。哦，因为给你撑饱了。对。走，哎、欸，可是我这样不够哎、欸，差两步。可是这样我们一样要两轮啊，对，要两轮，不够。不管怎么样都要两轮啊。好，然后嘞，青蓝色还是青黄色？青蓝色好了，蓝色。青蓝色哈、啊，黄色，当然青蓝色、啊。蓝色我们没有解药。走，黑色就放了，青不管。对啊，说吧。还是青走，你等一下下来，你等一下下来跟我拿卡就可以干研究所做解药。跟你拿卡。你又没卡，那怎么跟你拿？我们要做的是走拿盖做解药，走拿卡盖研究所做解药。我有这一张，我就少治疗一个，我就站过来。你们两个等一下不是在这边拿啊？等一下你要拿两次哦，这样不行。你人本来在哪？开罗？不够，在这边。好，没有。
根本不用盖，不用治疗，你直接走下去做解药，直接走下去盖研究所。对，没有，他是三科哎。哦，他是三科哦。对啊，清科。应该清。你最后你也不能做那个啊，你也不能盖研究所啊，那有什么用？不行啊，我不行、啊，我最后真的不能盖研究所，所以我只能够清这两科。那不管怎么样都要两轮啊，对啊，没有意义啊。对啊，那再飞回去做解药就好了，做完解药这个我们就马上结束了、啊，不是吗？好，来，好吧。艾森。好，清一张红色的，黑色哪一个离我比较远？近一点哪里？黑色随便啊，都很远。哦，好，都很远，七只张。这个去掉啊，这个在你旁边的干嘛？我可以飞到很多地方啊，我可以随意我飞。哦、有啊，那我们就不用在那边汇合了，你直接去跟他拿就好了。艾森啊，对。他的能力啊，可是那他怎么跟我拿？他怎么跟我拿？你先，他想要飞到这个，不就可以跟你拿了？你他怎么飞？他那边有什么、啊？没关系，我们先翻三张圣保罗。嗯，哦，加一个黄色，艾森，艾森德国，奥斯卡不理他，不重要。奥斯卡，哦，这是大阪，他就是大阪，是他根治。嗯，余文等一下的话，走这一步。然后就可以包两步、三步，还是要两步？缺研究所，缺要两回合。除非我这回我不好在那附近做研究所，你去马德里做、啊。哎、欸，对啊，我去马德里做研究所。你就在马德里做。对啊，我去马德里做研究所。那我跟谁拿牌？跟我拿。你跟他的拿牌，然后直接做。对、啊。哦，你还可以走走飞，因为他分享知识。对对，了解。一步两步，丢台北，飞到这里。然后在马德里盖研究所，是，然后呢？是我还有一步啊，清掉了，是把它清掉了。我也想不通，是吧？你先，好，那等一下如果翻到的话，就把这个丢出去。对，对，对，一张，这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跟莫斯科。然后第一张墨西哥还是莫斯科墨斯科是这个吧？莫斯科在这里。墨斯科墨西哥没有墨斯科、哦，这是墨西哥，那是莫斯科。所以我是摸到莫斯科。OK OK OK。然后现在抽到了洛杉矶。Sorry。然后跟约翰尼斯堡。约翰尼斯堡。可以啊。还有一张。科罗卡卡这边。哦，他是爆发出来的。他刚是被波及，有人可以过关吗？可以啊，走走飞，走飞走，弃掉就是对飞，包机直飞，来到这拿蓝色，选择跟你用知识分享，知识分享，艾森卡做解药，蓝色解药 ，OK。好，我们过关了。这个疫情控制真的控制是，那因为我们完成了这个红色的任务，就我们这个月结束了。这个月结束，就是我们一月成功了。那它游戏规则是这样，你每个月最多可以玩两次，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失败，你可以再做一次。那你现在是第一次就成功，你就不用再做第二次了，就直接跳到第二。反正我们成功了。对，反正我们成功了。好 ，OK。那上面这张卡是，当你第一次完成第一月游戏的时候呢，而且你升完级以后，你就可以看这张卡。那我们要先升级啊！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升级。我们有两个，我们有两点可以升级。对，我们有两点可以升级。好，对，两点。好，那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要记录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在角色卡上面呢注明我们是胜利。嗯 ，Win， 都 Win。先要写对，写 Genuine， 要先写那个笔画，写一月胜利这样。对，一月胜利。对，一月，然后状态是 Win。这样子，好，然后，我这边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团卡呢，后面团卡后面还要写分数，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开始的金元是四张、哦，那个 January， 那因为我们六月八号的时候呢，一团是 Win，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二月，现在这是一月，那一月就没有第二次了。你的 February 呢就要剩两张。嗯 ，OK， 好，那我们现在先处理升级的部分。我们有什么选择？我们现在选择有第一个研究所、研究所、解药、角色，然后卡片。好，所以我们现在升级可以选择，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个根治，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根治升级红色的
在下一次你要做这个解药的时候呢，就不用在研究所做，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对，对，你 不再需要在研究所做解药。第二个是什么？然后再来是角色升级，可以选一条。那我们如果角色升级有什么样子的能力？哦，先说明一下这个，我们可以把两个都用在这个上面，可以一次升两个，让它零升到二也行。对，让它零升到二也行。那角色升级，我们先来看一下角色升级有什么能力。第一个刚刚讲过，我比较偏好角色，因为我觉得，可是你不知道疫情会发生在哪里。你光升这个假设，像你现在要升红的，像我刚刚那场红的几乎从头到尾没有出。根据不明人士透露，他角色会多达八到十个，所以你现在升级角色，说真的，到时候换角色，换角色就亏了。嘿，你会换角色的话就会亏了。哦、okay, ，是这个是有限的。他会当然有。政府会再多，但是他每个角色贴完两个就没有了，而且角色可能会换。因为死是一定会，不一定会了，但是你可能因为可能有新角色加入，然后你选择要换角色之类，可能新角色比较厉害。对，所以并没有那么常态需要。OK， 对。像我刚刚原本我就觉得，但是在一二月很重要。我刚刚觉得我医护兵，我得到可以治疗旁边有点厉害。对，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就觉得我是个范围的治疗。你站着就可以，你站着不要动，你就可以解周围。对，你可以解治、一次了。啊啊，是对，一回一次。哦耶。对，但是一回一次你就可以多一动了，你可以少走一格，你可以少走一格就多一动。少走一格可能是少两动，因为你可能走过去要走。哦，对对对，这还蛮强的，这还蛮强的。好，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我觉得医护兵感觉起来是我们后面会持续需要它，除非我们把解药都几乎都升满了。等于不然的话，我觉得医护兵的话就需要。大家介绍这些些的。好，第一个是，when you are in city when it's outbreak， 你在如果它 outbreak 的时候，你在那个城市它不会受伤。了解。就是它变得比较健康，就对了。好、还有吗？第二个是你可以用一个行动从弃掉一张牌，然后从弃牌堆拿回同颜色的卡。超强！哦，换一张。只能挑不同颜色的卡。对对 ，same color from the player discard pile。player discard pile 就是去弃牌堆。没有，那可能就只能干研究所，因为那张能力本来是可以。那第三个是可以自备。那第三个是look at the top， 可以看上面两张卡。每回开始前你可以要同颜色，丢同颜色还是翻的时候，所以做解药。对啊，所以我说那个拿走算了，不错。每回合可以看上面两张卡，所以可以先看。对，在 start your turn 的时候，本来是回合结束才翻嘛，他回合开始就可以先看，然后增加你手牌上限，加一。对，然后可以治疗，每一回合可以治疗你旁边一格的一次。我觉得如果是那一只要升级的话，治疗旁边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已经贴走了，他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展示那张卡来取代弃掉那张卡来飞到那个地方，就是直飞。这个动作，这也是拿来做，这也是拿来做那个研究所用的吗？不一定啦，像我是给科学家用，他到处飞转嘛。那如研究员用这个能力也蛮屌的，因为研究员用这个能力就是我飞过去给你卡。对，其实有这个能力还蛮强，只是这样看给谁用而已啦。谁拿到都还蛮强的，你变成说你手上什么卡你都可以直飞，那他给调度员是超强。哦，对。可是因为我们这回没有调度员，好，那我们现在就投票，就是每个人选两种，那我们看有没有重复的，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嘛。那每个要可不可以再讲一次？第一个是不用研究所，不用研究所就可以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是 spend 不需要行动，研发解药不需要行动。对，就是不用研究。第一个是不用研究所，第二个是不用行动。OK， 我觉得不用研究所比较实在，但是不用行动啊，没关系，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选两个，那我们选有重复的来执行它。所以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两个？然后你也可以挑两个，再来当然卡片也可以，或研究所也可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有四间研究所嘛，我们也可以做研究所升级，选一个贴，下次就不用再盖它了。原来升级选择这么多，我刚刚出乎意料，我刚刚一直以为只有角色升级。对，然后这边有卡片升级，卡片升级就是我们可以随便选找一张卡片，然后直接贴它。像这个是，就可以当事件卡用。我们总共只有两点，两点，可是有四个选项，四种。一个是解药的升级，角色能力升级，让城市卡被赋予事件牌的特殊能力，还有一个是什么？
研究所。哦，研究所也可以，就是研究所会留着。其实研究所留着好像有点难。那没关系，我先讲我建议。我建议是病毒最少要升，因为它会越来越恶化。刚刚的政府通报说它越来越恶化，所以我们其他的不简化没有办法 balance。因为有一个原来在二月的时候，那些又要再重新研发，对，他会重新研发，所以这些要用吗？有过自律的，对，所以我看起来这两个，我觉得要 balance 一下，所以它变难，我们就让一个变简单，这是我认定。然后所以我会建议一个选这个，第二个呢，我会选研究所，多留一个，多留，因为说真的太远走不到，是没错。而且其实可以选择地方换，我们一开始如果那边有研究所，我们不一定要选这里开始，我们可以选这里开始。觉得这边也不错。那个中间呢、啊？那刚好爆了，就GG。因为那个病毒很难治。你刚刚没有跟故事，不要吵。是我真的不太想选中间，因为中间真的很。我们家有个生力军，等一下会有。等一下，你可以加入，没有问题。好，那现在就是我建议完的，就是说我个人是一个病毒升级，一个城市升级。好，这是我的。安妮呢？城市升级研究所。对，研究所升级就是直接多方。有一个。我的第一个选项会是解药。那第二个？但是那个解药我不会想升两次。好，那你要升角色。第二个，我在想升角色可能是一个好行动。好，大家，我想先问一下，反正从这款游戏之后，我们只要开这样子，就是黑色永远都要花两个行动才能治疗。对，现在是两个行动才能治疗，后面不知道，说不定更多，说不定根本不能治疗，说不定它会爆发变种，因为它现在就会让它爆爆爆爆爆，它现在只跟你说持续恶化而已。不可能，因为二号就不处理。当然，这些会先拿掉。对，待会重设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方块，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方块拿掉。待会方块会全部拿掉。我觉得是角色。好，所以你是解药跟角色。嗯、对，解药角色。当然，哪一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就没有要求，没有那么好。好，那个布莱德鱼丸是，我选解药跟角色。我也觉得角色很 好。那我们就通过解药跟角色。好，那因为角色只能。一个，所以你们角色选、那个放，那个是放，这城市爆过了，所以我们研究所没有嘛，对不对？好，那研究所拿掉，那个研究所被不知道角色你们谁？研究所盖完政府要把它拆掉，不是，那是野战研究所，只是政府没有资金让你把它盖起来。我们在拯救世界，你跟我讲没钱，就还跟我们讲说野战。好，那因为病毒只能从第一集开始升，所以我们接下来开始红色的，我们要给它取代。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写一下？对，我们研发出红色的解药，我们要给它一个名字。上面不就写名字吗？没有，这是我取的。我就这样就照旧啊。OK， 红牛好了。红牛 Red Bull 哦，好 Red R E D 怎么拼 ？B U L Red Bull B U L OK Red Bull 现在进入到一集，好，不用研究所。No need No longer longer 你的 research 角色能力升级的话，我觉得一个治疗旁边的很厉害，好像其他的感觉也还不错啊。周围的我觉得也蛮强，不是治疗周围那种爆发的时候你不吃伤，这我觉得这个不要，那个很后面才会用到，做一个行动。我觉得弃一张同色牌换弃牌去一张同色牌回来还不赖，我觉得还不错。你觉得还不错吗？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问题是要用在谁身上？哦，因为它是谁拿？它是贴在角色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至于看两张，感觉是医护兵要到处移动去清。因为如果等一下你说你弃掉换一张，我还不如觉得用最后一个，你可以展示直接飞过去。看一下，你说。展示被你贴了，被我贴了，展示直接飞过去，就是不用弃牌了。我是觉得治疗旁边的比较实在，治疗旁边等于你多走一步。例如说，我本来走不到那一格的，我走到前一格去治疗。你刚刚站在这边，你就可以治了，你就不用。不行，一回一次啊。对了，你可以治疗完再走，比如你治疗这一格，然后你走那边再治疗，对不对？治疗手动作，那我觉得可以省很多。那等于是省一个移动。对，我觉得这样升比较好。你如果是你，我们现在决定给他升嘛？嗯、我觉得我也 OK 啊，没有你们，我也觉得这个对医务病很好，我们两个都同意，三读通过。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角色五个能力虽然强，但是光他这样升级，我觉得、欸、不能写那边写你的写你的角色卡。我知道我没有写，我只是把乙卡。你吓到我了，我刚刚没有做撕贴纸。OK， 先吓吓你，先吓吓。那我再确认一下，那今天假设大家同意这样。
鱼丸这样升级。这边这两个 proto relationship 的这边是之后可以得到的关系，那因为我今天其实这边是空的嘛，对，这两个是空的，所以我在以这张角色来看，这边有两个 upgrade 代表我可以升两个，对，那在下面呢可以顺便跟大家观众介绍这种 scale 受伤，哦，所以是受伤会被记录两个，对，如果第三次他角色就死掉了，哦，对，你就会变，你就会转世重生，打掉重练，那我今天得到一点的点数，那我这里写的 skill。对 ，upgrade， 好，那我们现在升级完，对不对？我们就要，我们就可以翻。我想问一下，吊桥人是可以拿它来做行动吗？还是只能拿它来走路？它是，它其实中文翻译叫做那个叫什么？调配调度员。嗯，调度员是可以移别人，只能移吗？对，移动别人跟你自己一样，它上面写 move 而已，不能做行动。哦，不能做行动，对，只能够移动。我想说他那样，你看他升级之后，我拿他去移动治疗，不是听起来很威吗？之前我是这么配合的啦，就是 不同的情况是这么配合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两个医护兵在那绕来绕，就是那个医护兵每回都在那绕。好，那因为我们升级完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接着抽这张卡。他说我们在完成第一次完成 General 的时候，而且完成升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张卡。他上面说这张卡是如果一月我们赢得一月的游戏的时候，这是 win bonus， 所以我们一月有获胜，所以我们有这张 bonus， 那我们现在把它刮开、yeah. 那刮开以后他说任何的二月开始的时候呢 after setup and before the first turn， 所以在设定完而且在游戏第一个动之前可以 remove one deceit cube， 我们可以移除场上任意一颗方块哦，所以会先一样，会先塞，然后再先移掉一颗。对，就把黑色看有没有黑色，就先移个黑色这样子。一定移黑的、啊哦。对哈、哦，因为我们这样转哈。对，好，那我反正我先洗牌了。对你先，都要洗，但那个小链、欸。那我们要吐回两张。对，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治疗政府怎么可以这么的大方啊？我那个。急救所应该要留这百分之，因为我们拯救了世界，政府觉得说疫情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啊、所以它的降低了金元，它降低了金元。那我觉得我们这时候是应该先回家休息，对不对？先摆烂，我们决定他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我们决定不干了，我们决定不移动，就翻卡翻完，这样二月让他输一场这样子，对，让他直接补我们两张。哦，那我直接给你们两张好吗？我们直接二月开始直接拿四张，不要输一场好不好？所以还有个玩家扮演这个。我跟你们交涉一下，对，这张这个有，我告诉你，他有一个叫你们政府出来，因为你们赢了，我先跟你们讲，输了会怎么样？他这边有写，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呢，这原本是光宝卡。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呢，在你的 package 8贴一张 stick， 贴一张贴纸。嗯，那这张贴纸上面写什么呢？这个上面写，当你连续输四次的时候，就可以开它了。嗯。这个就是你的锦囊妙计。你有输过十次吗？没有，所以他还没被开过。还没有被开过。对。你很好奇吗？我不好奇，好不好？三秒钟。认输。认输，认输，认输，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子。我们直接到五月，直接开在一个月。我决定，我们时间从五月开始来看。不用，不用，一个月你可以输两次。哎，所以我们从四月开始。真的。看到了。OK， 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因为没有金元，所以我们只能选两张。